整红素金台北报道，基隆潘黎明是最近八连霸戏《大时代》演出，与江祖平有很多情感对手戏。不过在拍戏过程中，竟发生见血事件。前晚基隆在双溪的二级古迹拍摄一场和江祖平的争执重头戏。GINO 大喊：“我再去赌，就把我的手指头剁掉。”没想到拿起酒瓶奋力敲桌，却不慎被碎裂的酒瓶割伤手指，当下血流如注。做完简单包扎后，基隆坚持冷戏拍完，再到医院急诊，结果竟缝了八针。江祖平听闻也直呼超 man 的。基隆细数拍戏的小意外，这个小意外让基隆看见江祖平遇到事情的危机处理。当下只见江祖平不疾不徐地拿剧组医护相帮忙清理伤口及包扎，江祖平第一时间帮他把伤口处理妥当，也让 GINO 惊呼直夸江祖平不怕血液。GINO 拍戏剁指缝八针，名师提供 GINO 拍戏剁指见血，名师提供 GINO 拍戏剁指见血，江祖平左膝包扎，名师提供。